今天来学习关于个位数加个位数有进位步骤的加法笔算顺序。笔算要先把各个位数纵向排列在一起，因为6和8是个位数，请像这样子排列在一起。接下来用尺子画一条横线。计算要先从个位数开始，6加8等于14，把进了一位的数写在10位数的上方。开始十位数的计算，一加零等于一。最后在上面的算式后面写上答案，这样笔算的计算就完成了。那么现在来做下练习，按下暂停按钮，请开始解题。解完之后，请按下播放键并打圈。那么现在来核对一下正确答案。第一题九加七，答案是16。第二题五加六。用和第一题相同的方式来解，答案是11。最后的课后温习，笔算要先把各个位数对齐，用尺子画一条横线。计算要先从个位数开始，把进了一位数的数字写在十位数的上方。进行十位数的计算。最后记录答案。